静听一都正是兄弟，见闻学士，大正早之名，父母常过爱之，又因子病及其父，二正落拓，不甚为父母所欢，遂恶赐父，志不持礼，冷暖相形，颇存芥蒂，赐父美味二正等男子耳，何遂不能为妻子争气，遂病父与同宿，于是二正感愤，情心锐思，亦遂之名，父母稍稍忧顾之，然终杀与兄，赐父望夫其妾，是遂大毕，妾于厨夜以静听补，有二人初起，相推未喜，语云如眼两两去，复归兄即不可解，亦置之为后，兄弟皆归，实属气犹盛，两父在厨下炊饭相羹，其热甚苦，忽有报其登门，报大正节，母入厨唤大父曰，待南中事矣，如可两两去，赐父奋策，妻且吹，俄又有报二正节者，赐父立之秉杖而起曰，农也两两去，此时钟情所及，不觉出之于口，继而思之，使之静听之言也。亦许是曰，贫穷则父母不子，由以也哉，行为之中，故非奋击之理，然二正父既发难儿，亦与愿望无赖这殊不同科，头杖而起，真千古之快事也。